投胎是儿子和投胎是女儿，两者有什么不同？一位网友说，第一个是女儿就不想生二胎了，害怕女儿受委屈。如果二胎仍然是女儿还是可以考虑。我们来看看其他网友分享。网友，第一个是女儿的就想要二胎，第一个是儿子很多人不要了，这就是现状。网友，有钱还是争取儿女双全的好，没钱最好只生一个，甚至是不要生了，因为孩子是不可重来无法逃避的责任。投胎是儿子和投胎是女儿，两者有什么不同？欢迎留言评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